交你朋友。他是想回去吃东西。他想回去吃东西。都来，都来。那你家有要去海滩吗？有。超冰的哦！Gotta get that, gotta get tha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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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. Gotta get that, gotta get that, gotta get that, gotta get that. 我现在又要再去一次那个沙滩。带了这颗球，刚才忘记拿球。这是做什么？哦，相声的吗？是搞相声。好啊。然后刚才不是说那个水很冰吗？它是超级冰。我们又到了第三次，我们要去找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。喂，我看到一个人很少的地方。哦，又飞走是怎样？这里人超少，我们去那边。你又飞走是怎样？是你拿吧。哦，我拿，你就不要打它，它就不会飞走啊。这里根本没有人，一大块。哎，水漏。哎，谁可以走到最深的？这颗球给你。好冰哦，好冰哦，好冰哦！的脚快结冰了。不要，我要先上去。太冰了啦！赛跑，赛跑怎样？是赛跑啊！赛跑怎样啊？在水里赛跑啊！我先把球埋起来，不然会飞走。谁在最前面，谁就赢。还没开始。脚泡在水里了，太冰了啦！我脚好冰哦，那冰好冰哦，脚要结冻了是不是？快点把你脚埋起来！我是要把你脚埋起来，你现在哪一只要把你脚埋起来？比较温暖呢。你不是说要学豆豆游泳？好冷哦，好冷就回去了啦。好冰哦，好冰哦，先上岸。OK， 那你不管可以的。哎，你不用管球。都不听的，你裤子都湿一半，我全身都湿了哎。完全可以穿一半，把我埋起来。把你埋起来。翻面。沙子人，你等下去换衣服，你自己买。好好温暖。去泡一泡，沙子就掉了。哦，好烫，好烫！一下冰，一下烫。沙子人要下水了。沙子人，你的球飘走了。我脚抽筋了，我脚抽筋了，我脚抽筋了，是冰到抽筋吗？可以，再温暖一下，吓死人！哎，我们的拖鞋在这里，你怎么会跑到那里？沙子先生，你滚一滚，你全身就都是沙子。好了，你要不要这样回去找蚂蚁？这里比那个石头的地方还要温暖。高一，高一，高一，高二，你看我的。
手。怎样？哎，不要泼我水哦。鞋子就不见了，哎，还真的可以打。吴冠贤，你的球，你的球，你顾球顾到不见了，我都没发现。你等下鞋子就不见了，你就要被买走。要飘走了，快点！没收！你在干嘛？挖洞。挖洞用手挖。Very nice。啊！杂志产设计。发现。他抱着那个笑脸球在游泳。你要不要把你的沙子都洗一下？你躺着，因为你背后有很多沙子。说背后，你的背都是沙子。好了吗？你要回去了吗？去换衣服。说起司，哇塞！你看那个水坑也是我挖的，这不是挖的，那是水进来的。对，可是还是挖的。哦，你说挖那么大个洞？那这是辣子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说是辣的。他说是辣的。那是哪文？你的。不是英文，也不是法文，应该也不知道。你说这个挖到水的，就是吴冠贤说挖到水的洞。我知道了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是阿贤英文教室，阿贤英语教室，阿迪啊，阿迪英语教室，阿贤英语教室，来怎么拼？阿贤英语教室，快点。Very tasty as well, thank you. 一个 YouTuber 的名字。老师太不专业了。V 阿贤英文今天倒了，你可以阿贤英文倒了。吴豆仔，哎，赶快来夹到，不认识哦，没有啊，不认识。嗨，豆豆，豆豆，我在看镜头，在看你的镜Quack, quack, quack.
一直挖，一直挖，然后就有水了。大包小包，前往夜市。